Recentl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graciously allowed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to gather for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It was a joyous occasion as Master and disciples reunited to meditate and pray for peace. During her visit to meet with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also spoke of the teachings of past masters and answered the spiritual questions of fellow initiates. Throughout the ages, compassionate, enlightened masters have urged people to surrender to the greater universal power by seeking the divine within, from which all other goodness and happiness follow. Một cái câu chuyện để mình nghe, ok ha? Hầu chiều trước ha, trong một cái địa phương gọi là Xuyên Thành Huyện, có một người, đại khái Trung Quốc người ha, gọi là Su Văn Yêu, trong rất lâu rồi, ta không ăn thịt bò, ta không thích ăn thịt bò. 所以任何时候有人拿那个牛排来贡献给他，他就不吃，他就拿分给他们的那个家人啊、部下那些的工人吃。他认为这样子的话，他自己是无罪的，没吃牛排的。OK，好。有一天，突然间，他生病。 那个苏先生生病，跟多数医生外面去运动的，他就用那个什么牛的那个脑啊，就把它混跟那个酒啊酒精混在一起给他喝，给他吃药，哇，太恐怖了。然后那一天晚上他是做一个梦，来做梦，他看到一位那个神啊。 穿很漂亮的那种黄袍，那些静静的跑了，就跑到他前面，骂他很大声说：“你呀，这个人一定吃牛排的，不然怎么你的身体就那个臭味满满，这个样子，那个牛排的味道很臭。”然后这个许先生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哪有，我从来没吃过牛排，没有吃过牛肉的意思。然后那位那个穿那个锦袍的哈，就跟他说：“拿那本书来看看。”叫他的部下了，天神的部下，叫拿那本书来。那本书是什么书？你们可以想得到了吗？记录业障跟福报的那本书 ，OK。 拿来看到说啊，知道了，既然你没吃到牛肉，没吃牛肉，不过因为你生病的时候破戒，意思说本来不想不吃牛肉，他发愿不吃牛肉，结果生病的时候破戒，又拿这些牛肉分给那个部下吃，家丁那些人吃。 本来哈，你这个寿命啊，应该减小的。不过因为我看你有惭愧心呐，所以我会饶你了，饶你不死的，对了，而且这个也要给别人当榜样，留你这个命啊，为了要给别人说，讲这个故事给别人听。 给人家知道，然后就那个属先生就哇，真高兴了啊，谢谢不敬，感激不敬，啊拜拜他，然后就说，不过万一以后如果有人还拿那个牛肉给我吃，供养给我怎么办？因为他大概也是一种官赖嘛哈，然后人家有时候他帮忙人什么的，人家就拿牛排来给他，所以他说以后万一还有人拿牛排给我，我怎么办？ 那位神呢、啊？
就笑笑就跟他说，哎呀，你把它埋葬下来，埋下来就 OK 了，埋在地下。嗯，主要就是怕你那个心啊不坚持了，没有怕你不会做好事的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当好人啊，爱护动物的话，就你什么就会做得到了，以后会想得到哈。什么不伤害的动物你就要做。嗯，不过最好就跟人家说，不要放一个牌子在前面，我不要牛排嘛，放一个啊，写一个牌在门口前面啊，啊，几公里以外也写哈，苏先生在某某地址，就不吃牛肉的，请大家不要带来，就 OK 了嘛啊。不过很难哈，啊，他也是大概也是啊一种小官了哈，也不能这样做。那个时候又没报纸给登出来哈，没有 SOS 什么哈。可以啊，可以弄一个传单嘛，到处都发。那个给他牛肉的人一定是他那个本县的人的哈，不可能是在外面那么远跑来，是不是？嗯，很简单嘛，这样子就把这个故事可以写下来啊，传单那个给出去，不然贴在门口也可以了，给大家看了 啊。也许他能做，也许他不能，因为有时候法律不全哈。也许他不能做，那这样子只好把他埋下来哈。不过其实埋下来人家已经杀了哈，哎，很难做哈，总比那个给人家吃的好。哎，吃了他就习惯了，以后就坐在那边那求菩萨帮忙给人家带来那个布下了，吃的习惯了，没有了就在那边祷告，祷告菩萨拿肉拿牛排给他吃，然后就也许这样子就鼓励人家杀生了啊，不是那块牛排而已，就是杀生之化了啊。所以也许他埋的时候最少就给人家知道，不过给人家知道怕人家又伤心啊，也是不怎么很完成的一个顾问，哎，一个意见哈。以我们来讲，我们怎么讲呢？别拿来了，我不吃了。看这个传单就知道了。你回去看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我们都不吃肉的，我们全家吃素的，这样子是最好的哈。最好就是可以告诉亲戚朋友嘛，不是那些你认为以后会拿牛排给你的，你先告诉他。我是不受供养的，第一。第二，万一有真的忍不住拿什么东西来，别拿牛肉啊。他意思说什么肉都不吃了，那象征就是牛肉嘛。啊，牛肉意思说最大的嘛，人家讲牛肉就知道是有肉吃肉的人就对了 ,OK? 意思说他吃素了，不过他也把那个肉给别人吃，这个我们还会弄错的，我们会这样子认为的。有时候买不好的东西哈，买到东西有肉有蛋什么的，我不吃就拿给隔壁。是吗？有吗？啊，最好以后不能这样子哈，把它丢掉了啊，把它吃成万段然后丢掉，这样子别人就不能惹祸啊。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个业障，就是鼓励人家吃肉啊，他吃了就好吃了，他就出去再买呢。有一些东西啊，放肉在里面，然后他吃就习惯，因为他们吃肉习惯嘛。然后吃那个，哇，觉得啊，今天这个东西我从来没吃过啊，太好吃了，就去再找的买，找的买就不好了啊。常常我拿那个素食东西给人家，比方说我去哪个地方哈，认识什么人，或是医生啊、护士，或是什么人就对了，办公室的人等等哈，我就拿一袋东西给他。那些比方说最近呢 啊拿那个 vegan chocolate 的，意思说没蛋没牛奶那个哈，有他们都有弄，不晓得在中国有没有弄，不过这边都有，也弄得很漂亮啊，拿着给他吃。然后有一些那个素食的那个商场啊，或是那个素食的所谓的牛排啊，
我是那个什么猪肉什么那些都素食的嘛，我chicken什么的哈，鸡肉那些都是素食的，素食没牛奶没蛋什么，都放好几包，我家有什么平常我自己也不吃，省了给别人，有时候东西比较难买嘛，稀有的啊我就省下来，等一下要给客人或是给隔壁或是有人来或是我去拜访谁就拿给他。 然后多放那个alternative living传单，那个素素那些啊，然后全酒什么温暖那些都放进去的。有时候也放一些那个说哪一个宗教啊都讲不能吃肉的，老教啊、孔教什么都有讲的啊，天主教啊、回教什么都有讲的，这样就送给他们吃。那他们习惯那种也好啊，就发现了都哎素素也蛮好吃。 吃好了以后，好了以后就看那种的，哦，吃肉这么恐怖啊！哎呀，哦，不得了，我就吃这个好了。对啊，有时候我送了以后，他还打电话问我，啊，你买那个比方说素猪肉那个是在哪里买的？能不能跟我说一声？有时候是从台湾，我没办法，<笑>我就叫他，你去找那些中国店嘛。 然后你把那个名字啊，那个牌照哈、啊、那些哈、啊，你给他，叫他帮你订啊，你从台湾订或是中国大陆订或是别的地方订的哈、啊，最少他有兴趣哈、啊，他买不到这个他会找类似的嘛哈、啊，中国店有时候都有买素食的，在罐头里面或是外面的，还有我说你可以去找那个健康素食店哈、啊，啊，你去找那些哈、啊。 看看他有没有类似的都有的哈，然后总有一个东西他有兴趣，他就去找别的嘛，而且我给很多种类的，有一些是在当地可以买到的，有一些都有那个 email 啊、地址啊，怎么他们就可以订嘛，OK？ 多数人都不知道素肉多么那个坏的啊，然后素多好的，真的不知道哪里人知道呢？ 从小都被人家教不一样了啊，所以应该吃肉才身体健康等等哈，然后长大了就是这样继续活下去了，然后我就叫生小孩出来就照样这样子弄下去，然后小孩生小孩出来也是照样这样活下去，所以才变成那么不好的，不是说人不好，人真不懂，因为有时候。 看报纸的时候都写哦，牛奶很好啊，牛排很好啊，身体健康什么什么的，每天要吃多少，要喝多少的呢，是不是？然后政府也让这样子广告下去，因为政府也不会晓得啊。Some of the diseases related to meat consumption and or production, swine flu, cured meats and fish increase leukemia risk in children. Antibiotic-resistant superbug infections from a strai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blue tongue disease, E. coli, Salmonella, bird flu, mad cow disease, or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90% of the population at risk, Pig's disease, or PMWS, Listeriosis, shellfish poisoning, preeclampsia, Campylobacter, Clostridium difficile, diseases hidden in healthy-appearing livestock. Some of the costs of meat eating. Infertility. Eating just one serving of meat per day increases the risk of women's infertility by 32%, with additional meat consumption increasing the risk. Heart disease. Over 17 million lives lost globally each year. Cos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at least $1 trillion a year. Cancer. Over 1 million new colon cancer patients diagnosed each year. More than 600,000 colon cancer-related mortalities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colon cancer treatment costs about $6.5 billion. Millions of people are newly diagnosed with other meat-related cancers every year. Diabetes. 246 million people are affected worldwide. An estimated $174 billion spent each year on treatment in just the United States. Obesity. Worldwide, 1.6 billion adults are overweight, with 400 million more who are obese.
costs $93 billion each year for medical expen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At least 2.6 million people die annually from problems related to being overweight or obese. Environmental. Use up to 70% of clean water. Pollute most of the water bodies. Deforest the lungs of the earth. Uses up to 43% of the world's cereal. Uses up to 85% of the world's soy. Cause world hunger and wars. 80% cause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ome of the costs of milk consumption. Bacterial microbes, pesticides, and enzymes found in cheese derived from the inner stomach linings of other animals. Up to 80% of the calories in cheese are from pure fat. Breast, prostate, and testicular cancer from hormones present in milk. Listeria and Crohn's disease. Hormones and saturated fat leads to osteoporosis, obesity, 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 Linked to higher incidences of multiple sclerosis. Classified as a major allergen. Lactose intolerance. Plus more. 很忙啊，有时候人就坐在那边怪政府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他们也是很忙啊，很多事情要做，每个部门要做不同的。比方说，一位总统或是那个主席哈，他就靠那个卫生部门呢，就报告他啊，还有那个卫生的部门，就靠那个健康部门，呵呵，比方说外交部门、内政部门这样子哈，他就靠那。 靠那个健康部那个报告他，那个健康部呢，靠那个食物的那个部啊报告他，那个食物的部就靠那个肉啊鱼那些卖的，我是那个研究那些报告他，所以一个一个报告下去，然后政府根本没有办法什么都知道，所以你们要做就要自己做的，要告诉大家这样子一起做。 不要每次都怪政府，也不要在那边等政府了，政府能做太好了，因为政府一下令下去，大家都 OK 的嘛，看那个抽烟有没有，从那个禁制了以后，哇，很多人不吸烟，很多病都减少，很多生命都得救呢，很多小孩都没有被吸到那个第二手烟，所以身体都健康，然后国家也更 富强啊，省很多钱了，几百万亿的，几个月而已就不一样啊，好多病都减了，然后医院也不那么超满了，有时候病都躺在那边，超过了很多病人，那肯定没办法进去，因为都被那些病人那个已经躺在那里了，而现在呢，病人也减少，所以医院也很从容，是吗？然后那个。 因为要带病人来来去去也是花很多邮费啊，是不是？还要花很多钱啊，花很多那个人民那个付那个税金的钱啊。你认为钱哪里来嘛？如果没有别人付给你，也是自己付的啊。有一些国家是用税金来那个保险人的生命哈，的免费或是付很小，有一些地方没有那种保险的那个系统，那我们自己要付，也是钱啊，是吗？啊，赚很辛苦。 哇，每年几百亿万的，在美国，比方说这样子，多少人死啊？多少人病啊？多少花多少那个国家的经费，为了吃肉，为了喝酒，为了吸烟，为了赌吗啡，花很多钱，赚得很辛苦啊！啊，送到政府那边，政府没办法做别的，要更好的，没有办法那个，比方说盖学校啊，给小孩啊，盖多那个运动场给老人家啊。 盖多那些老人院啊，给人家舒服啊，不然的话已经盖了就很烂那种，不够经费嘛，就盖的不舒服，人家进有时候老人院就跟那个牢狱一样，嗯，不是老院就是牢狱的啊，然后那个人民很痛苦啊，你年轻的时候赚钱很辛苦，付税金，老的时候也得不到利益，啊，因为钱都。 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smoking. 5.4 million smoking-related deaths per year worldwide. Cost of smoking-related illnesses,
$96 b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Speeds the aging process. Toxic residues of third-hand smoke. Heart disease, coronary thrombosis, cerebral thrombosis, kidney failure. Cancer, lung cancer, esophagus cancer, kidneys cancer, bladder cance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mphysema, bronchitis, stroke, impotence, additional harms for secondhand smoking,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infertility, miscarriages, and premature deliveries, childhood asthma, bronchitis, ear infection, cleft lip or palate, hyperactivity and aggression in asthmatic boys, circulatory problems in women, plus more. 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drug abuse. Over 200,000 deaths each year. Cost of $181 billion U.S. dollars each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33 b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U.K. Lifetime cost of current drug addiction amounts to $575 b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U.K. Harmful effects. Brain damage, stroke, heart disease, liver disease, tuberculosis, emphysema, cancer, depression, suicide, permanent memory loss, mental illness, higher infant mortality, increased crime and violence, impotence. Crime and violence. Illegal drugs are a factor in 50% of burglar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ach year. In the U.S., 60% of people arrested each year have been taking illegal drugs. 650 heroin addicts in the U.S. committed 70,000 crimes in a three-month period. Social costs. U.S. businesses lose $100 billion U.S. dollars per year due to employees' drug and alcohol abuse. Australians pay $53 billion U.S. dollars per year for health care, law enforcement, and lost productivity of drug users. Environmental costs. Every gram of cocaine produced destroys 4.4 square meters of rainforest, with 300,000 hectares of rainforest lost each year to cocaine production. Death. 52 people die each day due to drugs in the U.S. In Canada, substance abuse is attributed to 21% of total deaths and 23% of potential life years lost due to early mortalities. Plus more. 然后如果不打仗，那些又更省更多更多，人民就更快乐了，根本不用说天堂什么的，啊，人家已经够高兴了啊，能住在地球，能够温饱，然后如果老了就有地方去，有人照顾，就上天堂了，是不是？人多数人没有要求很过分什么，就是安稳这样平平下去，每天吃饱。 赚的温暖，叫人家就高兴快乐了，根本没有什么人民就站起来就要政府盖一个那个大楼给他，或是买很多肉牛给他，或是豪华设施什么生活，在他老的时候，老的时候是无所谓的嘛，能够有一个屋顶，有一个温暖的地方，有够温饱，有生病有人照顾，老的有人照顾就 OK 了。不过钱没办法用在那么多地方，所以很多国家既然很有钱。 不过人还是那个流浪在外面冷的时候，没地方住，有时候死在那个政府那个机关前面了，没地方去。有时候失去工作，就人家把你的房子拿了，因为你每个月付多少嘛，贷款，你没有工作就没办法再付了，啊，没有付人家银行就拿走了，拿走你就没有家了。 没有家就更没有工作，没机会找到工作。没有家，没有人让你工作，要写地址啊，你住哪里等等，有很多那种规矩嘛，嗯。然后呢，就流浪在外面了啊。如果是我们国家那些钱省下来，那些流浪汉根本也可以有地方住的。然后即使他暂时没有工作，等一下政府还可以照顾的，因为有够。 够那个经费嘛？比方说大陆那么多，每个人付税金，哇，多少钱？是不是？如果没有
病痛呢，没有灾难哈，喝酒啊，有时候就有策划了啊，会打仗起来死了啊，我是打小孩什么的，到处都有了呢。喝酒了就乱了，没办法知道谁是谁了，不自理啊，这样子很多灾难就出来，然后很多灾难也很多照顾啊。很多方面都连在一起，不是做一样东西。Some of the tragic tolls of alcohol. 1.8 million alcohol-related deaths per year worldwide. Cost of alcohol-related illnesses, $186.4 b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210 to $665 billion globally. Disease. Higher amounts of alcohol increase the cancer risk. Even half a glass of wine dai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mouth or throat cancer by 168%. Cancer of the liver, breast, colon. Liver disea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tal toxicity. Brain damage, amnesia and dementia. Brain shrinkage. Organ failure, heart, liver. Kidneys, stomach, pancreas, eyes, birth defects, mental retardation, fetal alcohol syndrome, stunted growth, facial deformity,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miscarriage. Alcohol-related violence, child abuse, 50% of cases, violence toward loved ones, 30% of cases. Violent acts, 40 to 80% of cases. Suicides, 20 to 50% of cases. Plus more. 然后那个，哦，就钱就花在比较不对劲的地方，不然人家都很那个安稳的了，够钱用，每个人都可以过的，不是很奢侈，不过就舒服的生活。靠你们两个手赚钱就够用，事实上这样。也许如果没病的话，就根本就不用付那么多税金。嗯，即使付的话，老的时候又给你更多的，不是给那么少。因为政府要用钱救别人的病那些，又还没有说那种，因为我们吃肉啊，生出来很多那个灾难有没有？嗯，因为因果的关系。连我们不要讲因果了，我们讲那个住食的方面，肉的话用很多那个世界的原料就对了，所以水也小，地也小啊，然后阳气也会消耗，然后毒气又多生出来啊，因为靠很多才能够弄一块牛排出来嘛，而我们吃一块豆腐没多少，而且营养一样，更多比那个牛排还要多，又没有副作用那种病，所以不是说生病而已，不是说那个吃牛排生病 OK 没关系，我生病我自己去医院没关系，是我自己错自己受，不是，那连累到别人，连累整个世界，因为吃那个肉啊，就伤害很多人，伤害很多那个环境嘛，伤害到环境，所以又变成第九的话哈，看了哈。所以我们回去哈，大家多那个忍耐哈，多发传单等等。要如果不能发传单，就是传话嘛，能够多少就多少，弄素食给大家吃。European Parliament supports reducing meat to lower greenhouse gases. Call vote. Vote is now open. Reduce your meat consumption or stop eating meat totally. During discussions o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s, the Climate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ficially recognized livestock'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and recommended a reduction of subsidies to the livestock industry to curb methane. My name is Jens Holm, I'm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ase, be veg, go green, save the planet. Today, there was a person who said that in the house, a few sisters together,
煮那个便当啊，然后送到那个办公室那边去卖，很便宜，40块。哦，还有钱呢，说卖那么便宜还有钱，很多人订啊，每天200多左右，以后还要更多，现在别的地方也有弄。他说这个不用税金，也不用饭馆，不用管任何东西啊，这个小小钱合在一起就可以送便当，然后就一起合起来。他们说他们用工当利息嘛，大家都合起来做，没有人赚钱了、然后就合起来，就还有剩下钱就是共用的嘛，然后就爱干嘛就干嘛了，用钱那个干嘛就干嘛啊。也许印传单，也许印多一点那个，有人生病就要帮忙他，有人贫穷要帮忙都可以啊，有钱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嘛。我觉得很好哎，他们很高兴做的，然后越来越夸大呢。这种根本不需要本钱那么多啊。不怕亏本什么的，比方说你做，哎，那天没有人订，或是突然他不订，你拿回去吃啊，不做就好了啊，没事啊，钱不多嘛哈，不用那个，因为有饭馆有时候很困难啊，不够钱可以住那个饭馆，或是不够钱可以买那个饭馆啊，买的话有很多那个文书那些，哇，煎的都好，逼的好累了。还没拿到那个饭馆，有时候最后一步还被挡什么的。如果你们那个送便当这个样子无所谓嘛啊？他们说哈，他们每个师姐都有在一个公司工作嘛，在那边工作啊。我今天要拿20个到我公司，另外一个拿30个便当去那边，另外拿40个便当，他自己带自己的便当去给他们公司的人的，好方便哈。啊，很舒服，这样也好嘛哈。即使你开一个饭馆呢、顶多也是每天200-300人嘛，他们也是每天200-300个便当，很舒服 ，Yeah， 又赚很便宜，又好做，哎，又好做，不用什么组织，不用什么看地理啊，风水什么不用看了。有时候要买一个饭馆，即使有钱也要去看嘛。的地方好不好，风水好不好，还要请地理的那个省过来看看。然后又很多复杂的文件啊，就是你们如果不能做饭馆就这样做嘛，好不好？好的意见呢，昨天我听得好高兴呢。北京就在做，我们正在那个筹划那个北京午餐那个推广，就是盒饭，因为北京的那个市场很大，它每一天有1600万的盒饭那个份额。哦，人民币1600万盒。啊，对，所以现在也弄便当了。啊，哦，太好了 ，OK。不是大陆而已了，别的地方也可以做，所以我们做这样子没问题，就是要卫生 ，OK， 要卫生又要好吃，也不要太贵，刚好人家喜欢嘛，因为太贵就他自己做了啊。应该想什么合法的才对，不过还有一点钱剩的哈。如果没钱的话，等一下锅子破掉，买新的也要钱的，不能每次都付出来，就没饭吃了。走那个，走很久轮胎也坏啊，是不是？车子要新的，即使脚踏车也要新的轮胎的，所以要刚好嘿，也不是说。为了渡别人就让自己饿死哈，像那些师姐她怎么弄你们就怎么弄，你知道谁吗？昨天呢，我是前天，不晓得在哪个省呢、哈。上海。上海哈，你知道哈？台湾。高雄。高雄也有。这好了好了，到处都有，行了行了。Very good。我高兴，不管哪边有都好。有时候我们卖便宜哈，不过数量多嘛，这可以赚的钱。有时候卖太贵，没有人买，很少人买，也赚不了，要亏本的。所以卖便宜一点就很多，以后就夸大就好了。哇、哦，这个太好了，根本不用饭馆什么，能够做饭馆就做嘛，也是很好啊，很有一个点。如果不能的话，就做便当是最好的。
人家饭馆也有弄便当呢。嗯嗯。哦，太好了，越来越好。嘿，也许世界的人赚够福报，那我们世界就可以救了。嗯。我说也许了。好，希望这样子嘛，希望如是。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 lowers blood pressure, lowers cholesterol levels, reduces type 2 diabetes, prevents stroke conditions, reverses atherosclerosis, reduces heart disease risk 50%, reduces heart surgery risk 80%, prevents many forms of cancer, stronger immune system, increases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 higher IQ, conserves up to 70% clean water, saves 80% of the cleared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animal grazing.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 Free up 3.4 billion hectares of land.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 half the world's grain supply. Consumes one-third fossil fuels of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 Reduces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 Maintains cleaner air. Saves 4.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S. household per year. Stop 80%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ave your life. Be veg. Go green. 不过我告诉你们哈，先要准备 ，OK？ 回去哈，有田园就种种菜，种树，种那些四周都有那种哈。因为种树的比较少浇水嘛，嗯，随时都有水果吃的哈，水果也可以吃可以饱的哈。不是说水果甜的那种，水果就是包括很多种类啊。黄瓜啊，西瓜啊，冬瓜啊，什么都有啊，丝瓜啊，木瓜，对呀、啊，木瓜，然后石头瓜，种在石头那边也长出来，那个叫石头瓜。平常人家种在那个好的那个很那个肥沃的那个土窝了才长出来，就有一些种在石头也长，我叫石瓜，嗯。能种什么就种，种那些简单的，而且吃的会饱又够营养那种，很快那种，不用很多那个水的。因为我们吃什么都会活的，我们吃什么都会活的。你们信心要高强就好了，上帝不会让我们死的 ，OK？ 有信心，有善良的那种品质嘛，不可能死的。问题不是说要死要活的哈，活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死的时候是一个。很通融安详的一个干净的心的吃啊，吃的笑笑的，该来就来，该去就去嘛啊，算什么？还在世的时候啊，就准备心嘛、啊，种一些水果，即使你们以后不吃的话，可以给隔壁没关系啊。要种好的东西哈啊，种水果树又有营养，又有水果吃，有时候吃不完就可以弄那个果浆什么的送给朋友，什么好玩哎，可以卖啊。我自己种了两年菜了，两年的啊，我们差不多有两亩地吧，够吃哈。吃也吃不完，得谁送谁？送给同修，卖给同修。有机肥料种，然后长得特别好。对的。那个农民啊也很奇怪，他说他们自己种菜也没有长得那么好，然后我们心里知道是为什么那么好。当然，修行嘛，有修行这当然有爱心了、啊。那个爱心呢，菜会长哎。那黄瓜吧，长得那么大个，跟那个西葫芦似的。有看，我有。在匈牙利的时候，我住在中心一会哈，有一个师姐哈，也是有知道办法了，不要伤害到别的嘛，种 organic 那种油漆那个啊，油漆不是油漆哈。OK， 种那些就不伤害很多动物呢，种那些比较不用挖不用砍什么，那比较简单的豆类那些，也是一种水果的、啊。那任何你种棵树拿出来那个哈，黄瓜也是这样吗？嗯，有一些跟 finger 一样啊，嗯，
不同的豆类呢，不同的瓜呢，哈，那些也是算水果的，又吃又像菜一样，又很清爽。不是说水果就是 orange， 而是那个苹果而已，不是啊。甜玉米特别好吃。好吃，可以生吃的。就是我以前住在那个匈牙利那个中心的时候，有一个师姐哈，她种不是黄瓜啊，意大利瓜哈，很像黄瓜一样。哦，这么跟我头一样这么大，有那么长，我不是开玩笑的呢，真的是这样子。你现在如果回去那个匈牙利，还是会看到的。他种没什么，那种小小那块地，然后他种几行而已，哦，吃不完了。常常带到那个另外就中心去供养啊，说好大好大，就样这么大，然后样这么长，我从来没看过出去你那个样子，跟那个什么冬瓜一样这么大的，哇，好大又好吃好吃的，吃不腻吃不完的，好厉害。他也不是说用什么肥料那些，他在那边草什么都盖起来跟。有跟那个澳国那个 Helmut 那个水嘛，哎，它简单的，也不要伤害太多地啊，放一个手指在地上丢一个这样子，然后用草盖起来给它保湿了，就是那个湿气不要蒸发掉，然后就不用那么多水嘛，这样子就长这么大的，我知道了，我以前那个住在那个寺庙也是这样子。有一块小小这个样子，好几年长不大了，黄黄矮矮小小细细的。我一来的有，我也是叫水而已，有时候那个茶那个生沙嘛，顺便喝，然后我也倒给他。哦，长得到整个房子都满满，我也是去坐在一个角落。本来他站在那个窗户那边嘛，真的我不是开玩笑，他那个。就样这样哦，比这个还要小的那个树圣哈，然后这样这么矮的，这个小小的那个里面，我浇水几天以后就长得大了，然后太大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比较大一点的，然后它就发达了哇，又再给它更大的哦，它就更发达的，就长变成这个样子那样，然后整个房子都爬了，后来太多我没办法又。接了就种在小小的，每个小小，然后送在路边给人家走过去拿的，不然没办法走进去那个房子了。一个这样小的变成一个那个森林一样在里面。所以我们哈有那个修行啊，怎么样都可以了，即使不吃也没关系。我意思说，我们要信任上帝，宇宙的万能的力量。你叫他道也好，叫他上帝也好，佛性也好，不管他那个万物都可以生出来嘛。你看那个黄瓜，他拿什么会长这么大呢？啊，也是从地下然后天然这样子，我们人也可以这样直接去啊。所以很多人他不吃饭菜他也活的啊，他吃太阳能的，有一些说他吃空气的，有一些说他吃那个地气的，那个森林的气啊，等等都可以的啊，四周都可以拿东西出来吃的。你看黄瓜，他就拿他自己的材料，他自己变成黄瓜。尤其这么少，也是一样那块地，不过有人种就变很大，不一样。像那个意大利瓜那个哈，我长这么大，像一个冬瓜那么最大的冬瓜一样这么大。哎呀。好多个不是一个，一个这样子，一个家庭吃不完呢，这么大都这样。有一些在苏格兰，他种那个地瓜哈，也是很爱心种的，嚯，变跟人头这么大。有一些在美国，他种那个南瓜，哇，跟那个椅子一样这么大嘛。他们年年都有比赛，谁的南瓜是最大的，都有种长呢。真的有的很大，你看电视，哇，大得不得了。哎，一样的就是一样的种类，就是有一些人种就变这么大的，爱心嘛，以前哈，在美国，在那个《优伽南达》那本书里面都有讲，有没有？有一位美国人呐，后来跟优伽南达学习就变身人嘛 ，OK， 他种什么就很大、很美、很漂亮的，然后有一些本来就有那种真正事实啊，像玫瑰什么那些啊。他就叫他不用剩那个真事出来了。
他也不生了。他修行到时叫谁听就谁听，连树木也听他。听说以前那个武则天也是这样，有没有？有一次什么那个牡丹的话没有生，有没有？他叫他们生出来的，没有生啊，因为他生气嘛。他们牡丹都不服气啊，是不生出来，不生花出来给他。到时间没生出来给他看，他就把他排到别的地方去了。嗯，所以我们如果有疼爱心的话，万物会听的。像广净老和尚有没有？连那个老虎没吃他，还要来跟他皈依呢。整个家庭呢，男老虎母、老虎 baby 都来了，跟他皈依。真的有故事，因为我有亲自问他。我那个时候在台湾有去拜访他，我问师父啊，你有没有皈依那些老虎，真的吗？他说有，他不会说谎的啦。OK， 是真的故事，不是假的。然后有那个抚慰女士，也是叫台湾的本地呢，生出了好多生人，有没有？嗯，他也不吃东西啊，好几十年了，20年都没吃啊，都念二大悲咒一点点而已，有没有？他的和尚都胖胖红红漂亮，他们那些和尚很辛苦了，啊，每天工作，然后早上起来念佛，然后工作嘛，吃那种剩下的，人家剩下的，有客人来，他们就煮一锅那个面而已，那个野菜那些哈，然后面条那种，在一起煮一些豆腐什么的，然后就给客人吃了。带出来一桶，跟那个水桶那种嘛，小小的这样，吃完了就再倒另外一桶，嗯，一餐可以吗？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很忙的时候，真的吃一餐就够了，也没什么。事实上，吃也可以丢的，嗯，就是没吃该就比较无聊，所以去要吃的，真的是这样。如果有更有意思的东西，一定会忘记的，不管它的。所以如果真的有信心很高强哈，也是不一次没关系。那个金光币的时候也许可以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专心嘛，知道不能吃了就没办法再选什么了，那就打错了。我意思说哈，连那个树木哈菜啊，他也自己可以拿那个浩然之气来保养自己嘛，长这么大。所以我们人也可以，如果碰到金光别怕哈。最好也是种菜了哈，万一程度没有到这样了，也可以有东西吃。有那个 plan B 嘛，有备案的哈，备用的意思嘛。万一那个没办法吃那个空气的话，还有菜在旁边也可以过日哈。即使种那个地瓜叶，它自己也会长呢。对呀。哎呀，年年自己长的，是不是？是啊。啊。很好长的，而且很补味，听说可以吃的马铃薯也是地瓜类嘛，有没有？也是很好长，听说有一种它是年年自己长的，听说了有没有这种？我没研究了啊，也许可以哈啊，不然种地瓜就 OK 了嘛哈。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吃什么都会好的，然后一边吃一边那个吸那个浩然之气嘛，意思说自然的嘛啊。耶稣也有说了，你不要管那么多那个明天怎么样的哈，看那个夜白荷花，他自己上帝也照顾他，他也活得很好，草啊木他自己会拿自然的阴阳来弥补自己的。我们人因为那个恐吓心太大了。哦，怕饿怕死怕什么都怕。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这样训练了哈，如果我们从小被训练不一样，我们就比较不一样了，所以不是你们的错，现在老了比较难改过了，不过还是尽量 OK。 嗯，尽量以前有一些人修行的人，他在沙漠里面，上帝送给他一种食物就叫 mana，后来他们认为是慢啊，就是像那种从天空掉下来，像那个玉啊，或是像那些一样，像那个什么，雾啊那些哈、啊，在草上然后拿出来吃，好像不是这样的。慢啊，意思说内在的那种满足心嘛。嗯，你告诉自己哈、啊，我从今天不想吃的，
我没东西吃就没问题的，告诉自己哈，然后自己的那个听说了，要是看看就知道对不对了。你自己那些细胞啊会听着，然后他就改过来，他说 OK， 从今天不用消化了，跟神能量。可以，可以做得到了。就是如果每天没什么吃的话，也怕无聊而已哈，不是说不能 ，OK， 嗯，情况到的时候去看看 ，OK， 嗯，回来先去看看一会儿一两天了，不要太多了。他说：“师傅让大家吃素，这是好事儿啊，只是说让全民都吃素有点难。”我也知道，不过或许总有一天嘛，如果没选择的话是要的。哎，现在水也小了啊，对呀，地也那个荒，没有那个补品啊，补养啊，啊，那个水也那个溶了，天气也热了，哎，种菜不够给人吃，何况给动物啊？而以后越来越没选择的话，就一定要吃素的了，不然的话，吃肉会很小的了。以后吃肉会变不合法。对呀、啊，以前那个，赌博啊、喝酒啊那些啊，赌麻费哈、啊，不合法的啊，现在也不合法的。以前人家不知道，认为 OK， 现在又不 OK 了。以前那个本来喝酒就不 OK 的呢，禁止的。啊，后来人家弄那个。他们认为要、哦、算了算了，因为一次禁止的话，他们弄更多，所以认为放这样，他们就弄越小，结果不是这样啊，人一上瘾了，就正好就要抓别人一起来喝。Vegetarianism and religions. The Baha'i Faith.Regarding the eating of animal flesh and abstinence therefrom, know thou of a certainty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God determined the food of every living being, and to eat contrary to that determination is not approved. Selections from the Baha'i Writings of Some Aspects of Health and Healing. Buddhism. All meats eaten by living beings are of their own relatives. Lankavatara Sutra.Cow di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top killing, because animals also have souls and understand like humans. If we kill and eat them, then we owe them a blood debt. Teachings of the Saints. Christianity. Meats for the belly and the belly for meats, but God shall destroy both it and them. Holy Bible. And while the flesh was yet between their teeth, ere it was chewed, the wrath of the Lord was kindled against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smote the people with a very great plague. Holy Bible.Confucianism. All men have a mind which cannot bear to see the sufferings of others. The superior man, having seen the animals alive, cannot bear to see them die. Having heard their dying cries, he cannot bear to eat their flesh. Mencius. Essenes. I am come to end the sacrifices and feasts of blood, and if ye cease not offering and eating of flesh and blood, the wrath of God shall not cease from you. Gospel of the Holy Twelve. Hinduism.Since you cannot bring killed animals back to lif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killing them. Therefore, you are going to hell. There is no way for your deliverance. Adilila. He who desires to augment his own flesh by eating the flesh of other creatures lives in misery in whatever species he may take his birth. Mahabharata Anu. Islam. Allah will not give mercy to anyone except those who give mercy to other creatures. Hadith. Do not allow your stomachs to become graveyards of animals.Hadith. Jainism. A true monk should not accept such food and drink as has been especially prepared for him involving the slaughter of living beings. Sutra Kritanga. Judaism. And whatsoever man there be of the house of Israel, or of the strangers that sojourn among you, that eateth any manner of blood, I will even set my face against that soul that eateth blood, and will cut him off from among his people. Holy Bible. Blood meaning flesh.Sikhism, those mortals who consume marijuana, flesh and wine, no matter what pilgrimages, fasts and rituals they follow, they will all go to hell. Guru Granth Sahib. Taoism, do not go into the mountain to catch birds and nets, nor to the water to poison fishes and minnows. Do not butcher the ox that plows your field, tract of the quiet way.
Tibetan Buddhism, the offering to the deities of meat obtained by killing animate beings is like offering a mother the flesh of her own child, and this is a grievous failure, the supreme path of discipleship. Zoroastrianism. Those plants, I, Ahura Mazda, or God, rain down upon the earth to bring food to the faithful and fodder to the beneficent cow, Avesta. Everybody knows that vegetarian diet is good for health and to save the planet. They will be awakening their own great, compassionate, loving self-nature, and then their level of consciousness will rise up automatically, and they will understand more than they ever did, and they'll be closer to heaven than what they are right now. 他怎么知道是我对所有众生好？为了什么？他怎么知道是我对所有众生好？看到了吗？做了那么多好事儿。嗯。没做过任何不好的事。爱他们呐。所以有时候，我最近看他们跟看你们一样啊，我都是爱人呢。爱人动物什么都爱，我没办法不爱啊。其实我要不爱也不行啊。我看到我就爱了，爱上了见一个爱一个这样。 习性难改，习就是欢喜那种习了。那习性难，看到谁就跟家人一样啊，这种心态嘛，没办法改啊。看谁都爱谁，看谁都信任谁这样子。我看他们跟看你们一模一样啊，没有怀疑心啊。等他们做坏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他不是跟我们一样。不过还不会生气他了。 OK， 谁回去就上帝保佑一路顺风。嗯。修行多，这情况会改的哈。OK， 我们不用要求他也是成正的。OK， 好，以后会有见了，回去要侍候世界哈。好。帮助国家哈。好。忠君爱国就对了。没有君是，忠主席就对了。 党了啊，党是君嘛啊，我们有什么政府就是要拥护那个政府了。如果你们抱怨的话，也许有更坏的政府会来的，都是这样啊。利息又不，政府也很忙，我讲过了哈。还有不是管那些而已，所以有时候那个世界暖化那个政府还管不了的，因为太多别的事情已经排满满了。他们不要管也不行，这样子就排在前面了、啊、那个。 一年已经排好了嘛，比方说主席啊，今天要去哪里，明天要去哪里，后天要做什么，后后天又再做什么，进度那个私底下部下的人已经都排好了，都各部门都排好，他也没办法的，天天看不完啊。你们不要认为当政府这么好东西，这样面抱怨，哪政府都一样，很忙啊，不同的东西，国际的、国内的，然后又。 灾难啊，然后又不同的，要各地都要应对嘛，要保护国家，不然如果国家脆弱下去的话，人民不团结，等一下国外又来战啊，也是很困难的。当政府很头痛，啊，越高的政府的那个高干越头痛嘛，什么都怪在他身上，什么都问他，有一些小干部什么都问呢，懂了也问，不懂也问。 嗯，就是什么都怪他，什么都找他，真的很困难啊。他睡不着，吃不下，是啊，不是那么简单啊。碰到那些部下聪明的、伶俐的，众生还好；有一些是不聪明、不伶俐，又不帮忙，又跟找麻烦给他，都是找那些头大的问东问西。因为越靠近他越好，他是最大的嘛，都不管有什么借口，都跑来找他，所以。 也是很困难了、啊，啊，你们要多帮忙政府哈，啊，能做什么，帮助人民就帮助就对了，这样政府也空档一点嘛，要轻松啊，我们就帮忙就走了哈。好，不用等那边等政府来叫上帮长白什么那种长白，帮长，啊。
个殉葬。无条件 ，OK。好。哎，大家都应该这样子哈。我们去哪里都是代表师父当无条件的一个啊有爱的团队。OK。世界缺少爱嘛，我们是要给的，不能拿的。OK， 知道哈。以后再见哈。乖乖，乖乖这样才对。Yeah。